大小生猫这么大呀，生出来的时候妈好小哦。嗯，早产儿，不早产了，生出来也不大，好小。他们这狗大了。晚一点，几秒钟可以，那时间长了不行。 他跑外面了呗。吃完了，他就饱了。跟他们聊天的。没错。对啊。哎呦，别着急。野猫怎么吃的？着急有危险的。妈妈。野猫怎么？哇，太恐怖了！这是什么？这狗，这是什么呀？ 咋的？吃了，把你拼的大熊猫也他妈。这里，来帮我拍张照，我帮你再坐上来，你抱你，坐好了，熊猫拍张照啊，干嘛？下来。我让你坐好了，看好吧。你要过来，好，给我拍个照。 你先暂停吧，哥们，吃饭去。坐好了，不能坐了，坐好。连你包子，连你。再见，再见。干嘛？再见，拜拜。我们到里面去，他房间里面下个有好处。他一个人在外面吃饭。
小叶，一熊啊，一只熊啊，熊猫，熊猫，对不对？啊，一就是一个不错，一个真的鸭子没有呀。啊，那您不做进去鸭子？说这么一吃四分啊？牛奶啥牛奶吃也是不轻的。不是猛兽，我是一个，我是吃死鹅吧？吃的天朝有味。来，你下来，这管子呢？对，是嘛？烟都是哪个站的？哎，对呀，我也看不到呀。好的，好的，这是哪里？哦，这是哪里？哪里？你想怎么？好久不见，我好怕昨天出门来了。